这讲呢我们是最后一讲啊，我们呢抉择一下这个无生，也就是空性。如果当下一刹那的法有生，一定不会超出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四种情况。以下就在刹那上破这个四种生。一，由于前一刹那的法和后一刹那的法是他体的法，那么前一刹那的法呢是后一刹那的法显现的等无间缘，也就是说后一刹那的法呢不是前一刹那生的，这一刹那的法呢不是自体生，所以不是自生。第二，前一刹那的法消失了，后一刹那的法才显现，两刹那不能够同一个时间存在由这个缘故呢，前一刹那的法已经消失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不可能生得起来后一刹那的法，所以呢也不是他生。第三呢，既然不是自生和他生，也就不是自他合合的共生。第四，这一刹那是由因缘造作的缘起生，所以呢不是无因生。这样从当下一刹那上就可以抉择到一切有为法即是无生。一切有为法是缘起性空，就是说在当下这一刹那有因缘造作的法是无自性的。所谓自性，就是本质具足的、独一主宰的、恒常不变的性质，叫自性。从哲学的角度来说，一切有为法像幻影一样，只有现象没有本质，是无自性的。大小乘的区分就是在这里。小乘呢落在这个刹那性上，执着无分刹那和无分微尘为实有。而大乘呢在刹那性上见到万法无自性。也就是说见到这个万法呢在刹那生灭也是虚幻的，见到当下生的时候就是无生，当下灭的时候就是无灭，彻底的消除一切粗粗细细的实质。在刹那上去入空性，这是真正修解脱道最关键的第一个关口。所有的初学者都需要在诸行无常的正见上面趋向解脱，这样会非常的顺利。否则的话呢，常有的执着、世间八法的单着、我执、我所执，或者很多很多的邪见、烦恼、细论、执着，是无法看破放下的。我们想要精进修持上上的法门，尤其需要圆满具足下下的资粮和前行，以这个原因呢，何时也不能够轻视这些基础的法门，需要常常反复观修，直到透彻为止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诫。凡夫种种粗大实质的心识，是难以去入体会空性智慧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世俗的显现法认知上是粗大的，这颗心一直在各种常乐我净的境界上打转转，内心世界就像一张
无比复杂繁琐的细嫩网，心识所思所想所分别所贪求的像大地上的尘埃那么多，这是难以抉择空性体悟空性的。如果一开始前行的无常修得非常好，细无常修得非常好，那就做了一个大大的减法啊！原先有无量无边的妄想，原过去法，原现在法，原未来法，妄想纷飞，现在减到只剩下一刹那，只需在这一刹那上做抉择，这就非常简明了。所以呢，通达细无常呢，是去入空性的依处，由一切身心世界万事万物刹那的无常性可知，一切有为法都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。虽然有很多的事物它们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相对稳定的，但是它们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不是绝对不变的。例如植物的种子或者动物的精子或卵子，虽然它们的基因是相对稳定的，但是这个基因也不是绝对不变的，是有可能会突变的。基因也是因缘和合而显现的。凡夫愚痴啊，自以为这些事物是有恒常不变的性质。我们在第一讲中啊，有讲到一切有为法不是有因生也不是无因生。不是有因生的因是指万法没有第一因，这个第一因啊，是指有恒常不变的自性的因，是指实有的因。不是无因生的因是指各种缘，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不是无缘生。既然一切有为法不是有因生也不是无缘生，所以万法从本以来根本就没有生过，只是因缘和合而显现的幻象。既然一切有为法没有生过，当然也不存在灭的问题，也就没有来去依义长断之说。如意宝藏论白莲花中有说到，正显现的某法无实有，远离自身他身共身无因生故，犹如梦现。华严中显首大师解释说，以刹那流转必无自性，无自性故即是无生。变法法性论中说道，实无而现故，以是为虚妄，彼一切无意为记故分别。好，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，诸行无常就讲完了哈。